所地分对啦，来甲你翕相。啊，我所地分家迄个嘛出去啊。啊，你怎样嘛出去啊？哟，那当时变着你怎样出来？去啊！哈哈哈！好啊，这好呢，看到我一般呢。啊好，来。去你个门外讲完了，所地分来大家翕相啦，啊，迄个。你要选院长，迄个嘛有去啦，啊，都伊啊，我老热啦，我济人啦，啊，食肉粽都无感觉。啊，来我问恁嘞，有食肉粽无？无啦。无啦。无啦，安尼就好。好来，啊，搁有无？我介绍落去啊。好来，五姑，啊，去宝江文化镇吼，啊，你夜头期。去人会个来讲，你个感想是来有欢喜无？有哦，欢喜哦。好来，啊，那欢喜话讲起来。你牙齿吼，安怎人？你讲起来来。来，我你讲得有解紧。你人袂过，跳袂过去。啊，跳了安怎？跳了，真欢喜啊！啊，大家有跟你跳无？有啊。啊，你有恁多只呢吼？我咧跳皮啊。哎，啊，你若跳唔对，别人跟你跳唔对哦。对啦，对啦。所以咱五姑嘛，足欢喜，对无？我来鼓掌一个，来来来。啊，讲得好，来。是啊，安尼，我足欢喜个啊！啊，讲到遐个啊，你看，看看滴，物哦，做老人做欢喜了。啊好，来，高高将姐来。好好好。你讲哦，这个文，我讲这个回国文化节哦，是高档是拢少年的。啊，咱虽然咱的少年的时候要参加这个南回国，都无迄个机会啦。啊，拄好参加六年了吼，拄好有这个机会，壮壮志才来去参加这个南回国。啊，去嘞！咱是拢表演啦，唔是讲要比赛啦。啊，人遐少年是拢要比赛，啊，咱就是去参加六年这个学习中心，啊，才有这个机会来去表演。啊，去表演嘞，我煞一生，这苏炳坤团长也是真正欢迎啦，真心甲咱接待啦。啊，因去变倒来的时候，嘛拢真甲咱照顾啦，啊，甲其他这志工，啊，拢非常甲咱照顾。啊，当然，伊啊是如何因请一顿，啊请一顿，到尾啊，那像壮壮猪是壮壮猪开钱的啦，啊讲起来是开钱的，嘛袂使讲无伊请安尼啦，上多谢啊壮壮猪请我这去表演，谢谢。来来，谢多谢壮壮猪，啊你食了饭都有饱无？有啊。啊，今下个要幺幺了吧？没有。那领干这个请壮壮猪请一顿。好来，张万石讲一句，啊，咱大家注意听，好来。下当传这时段吼，啊，出来参加这个高中啊，回国的转正哦，这是真难得的机会。啊，这时段有迄个舞台当表演吼，啊，和其他乡人看到讲咱新生啊，这时段是全国知名上大大的高中，但是表演的成绩真好。这时候，咱做事情哈，感觉足安慰的所在。恁少年玩这帮无？少年，你有这帮无？做兵帮啦。你问你忙什么？你要忙什么？你有忙着讲要跳回报无？无有啦。啊，有人着讲要过了久无？无。有无？啊，有在人去跳回报无？有啦。你说下人要讲。人讲安怎？囡仔人，还在那边嘞，咱拢歹去吼。歹势。啊，咱想要去人家去过，想要跳一下，过了后就无法度。啊，咱今仔来徒步第六年中心，有人人无？有。有人跳无？有。这号做恁的美梦成真啦吼。哎。讲到这圆梦啦，再讲一遍圆梦。圆梦。哦，啊，圆梦咱感谢什么人？感谢我们干事，感谢咱大家老东西，大家做下才有快乐。所以农民哦，有
三大目标，你敢知？来，第一个嘛，身体健康。